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KPL 官方已经公布了各大战队的秋季赛首发名单，有些战队彻底迎来大换血，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战队。一起来看一下变化比较大的战队。首先是 Hero 九境，原本的首发五人组只剩下了无畏和九库，青龙、铃铛和星痕都是未成年，子阳已经转会去了 E-Star， 所以 Hero 九境几乎是重组。虽然陈夏也在大名单上，但他是不会上场的。E-Star 的变化同样巨大，只留下了花海一个老队员，其他名单上的队员要么休赛已久，要么都是新引进的选手。快速度过磨合期将是他们秋季赛的挑战，其他队伍也有一些变动，但是都没有 E-Star 和 Hero 九境这么彻底。然后再来看看选手的转会情况，挑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选手来说吧。猫神和九成大家都知道去了 AG，DYG 一争去了 E-Star 战队， E-Star 的吴昕和吴明同时去了 RW 侠战队， E-Star 金宇去了狼队。 Hero 虽然不能上场的选手很多，但是转会成功的只有子阳，他去了 E-Star 战队。滔博的花卷去了北京微博，微博的千世去了 E-Star 战队，老干爹的打野陈阳去了狼队，刚好弥补小胖的缺席。这次转会期绝对是 KPL 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，不仅限制的选手最多，重组的战队也很多，而且还经历两次挂牌，这恐怕会成为粉丝最难忘的一次转会期。小伙伴们如何看待本次转会的选手呢？